杨帆，你好，朱敏杰，你好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 杨帆获得开球选择权。
比赛开始，第一局杨帆开球。10秒。10秒。10秒，延时。第一局，杨帆胜，比分1-0。
开球精彩，谢谢。第二局，楚秉杰开球。开球时机。重新开球，第二局，杨帆开球。十秒。十秒，延时。
第二局杨帆胜，比分2-0，开球清台。第三局，杨帆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
十秒，延时。十秒，第三局杨帆胜，比分3-0。谢谢。
第四局，楚秉杰开球。10秒，延迟。
第四局楚秉杰胜，比分1-3，开球清台。第五局，杨帆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
第五局，楚炳决胜，比分2-3。谢谢。那啥，记录裁判，让他帮你整一下领先后边。第六局，楚炳杰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
第六局杨凡胜比分4-2。谢谢。第七局，杨凡开球。10秒。10秒，延时。10秒。放过。
自由球。第七局，楚秉杰胜，比分3-4。第八局，楚秉杰开球。
八局，杨焕胜比分0-3。谢谢。第九局，杨帆开球。第九局，杨帆胜，比分6-3，开球清台，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
说啥来着？我说肯定得往翻。然后我看着了，我说哎呀，这什么时候翻呢？那一会儿吧，这局摆球的时候，然后你就站起来。那水放哪？我放那边。搞笑不搞笑？搞笑不搞笑？你知道吗？刚开始的时候介绍完我就要戴口罩了。哦，我看见了。完我才反应过来，哎呀，这不是缺衣。我就说，我说就当缺衣。对呀、啊，分儿也没翻。你猜我咋看上那分儿的、嗯？我说这俩摄像咋不动呢？我一看，哎呀，咋还有这玩意儿？这俩的摄像它不动了，它就在那待着，那边在动，反过来。我不累行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正常的不用 K 那个嗓子，他直接能坐上那球，完了把那仨给把 K 挂住，他不好打。刚才是最后一杆。最后一杆没有，最后一杆还是他最之前那杆。他这把打了。他都胜不吧？欠了多少钱？没给得起。你要搞刷啥？他在那踩球，我们在那吃好吃的。然后就一个小顺看着他了，他就看着我，他上。对，放比分牌后边就行，就放那小牌后边。十四，对，这十二，不是，啊，这第三盘。比赛继续，第十局，楚秉杰开球。
十秒。十秒，延时。十秒，五，延时。十秒，五，四，十秒。
五四。十秒。犯规，自由球。第十局，楚炳杰胜，比分4-6。第十一局，杨凡开球。开球时机。继续击打，
30秒。10秒，延时。10秒，延时。
第十一局杨帆胜，比分7-4。第十二局，出兵杰开球。比赛时间已过半，第十二局，杨帆胜，比分8-4。
第十三局，杨帆开球。第十三局，出兵捷胜，比分5-8。谢谢。第十四局，楚秉杰开球。
寺庙，岩石。寺庙。第十四局，楚炳解胜，比分6-8，开局请谈。谢谢。第十五局，杨帆开球。
十秒。延时。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。
犯规。自由球。第十五局，杨凡胜，比分9-6。谢谢。第十六局，楚秉杰开球。
十秒。十秒，延时。观众，第十六局，楚炳杰胜，比分7-9。
十七局，然后翻开球。十秒，十秒，延时。
17局，楚炳杰胜，比分8-9。谢谢。18局，楚炳杰开球。18局，楚炳杰胜，比分9-9，开球精彩。官方暂停10分钟，10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
谁赢了？废话还用问吗？一个九张。比赛继续，第十九局，杨帆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
第十九局，杨帆胜，比分10-9，开球清台。谢谢。第20局，楚秉杰开球。失掉。
十秒，延时。十秒，十秒。十秒。
第二十局楚炳杰胜，比分10-10。第21局，杨帆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
第二十一局出兵决胜，比分11-10。谢谢。第22局，楚秉杰开球。延时，
第二十二局杨凡胜，比分11-11。第二十三局，杨帆开球。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5分钟，10秒。10秒。5、4、3。还有时间，继续打。那我看一下他自己。先打一下。是，打一下我颜值，差不多，我还没颜值呢。然后。10秒。延时。10秒。5、4、3。好呀。
杨帆保持安静。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，点球吧，双方进入点球决胜，去吧。你放这儿了啊，放这袋口上。咋的了？我点加一之后加的时候不能点。Ctrl 加 C， 再按一下。二能减，谁说二能减，谁说一减。再来，再减。切换一下输入法。这不是输入法的事儿。是是是是。你看二能减。你再整再整。再切换一下，电脑咋整的？你再切换切换输入法，没事。不是输入法的事，真不是输入法的事。你说二就咋的问题，一就咋的。那你就重新调，来关了关了。哎，好。肯定切换好了，签儿挺多的。水呢？我要咳嗽我。那谁翻那牌去？请双方选手争夺点球选择权。
听我口令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杨帆获得点球选择权，你先点吗？点球第一轮，允许幸运球。进球有效，比分1-0。点球第二轮，是顺的嘛，杨帆是顺的。进球有效，比分2-0。进球有效，比分1-1。点球第三轮。点球第四轮，进球有效，比分3-1。
杨帆保持安静。本场比赛结束，杨帆胜，比分12-11。去年就这个时候啊，今天惨过去了。去年就这个环节啊、哦、就查理了，今天查回去了啊、哦、就能上那个了吧，是不是轮到我了，那个是吧，没有比赛了，说啥都没有。